春儿，歇会儿吧。这些年您背着我都干了什么呀？我背着你干什么了？虽然您不是一个党员，总应该讲点社会主义道德吧？社会主义还道德？你这无名火哪儿来的呀？就算我是一个病人，你也不应该主动的给曙光张罗小老婆吧？哎呦，谁小老婆呀？李婉华，不是，对，现在叫小三儿，他都进家门了，他那么近，不是小老婆，是什么？他是咱们家保姆。陪着睡觉的保姆吗？曙光是什么？这人民教师。哎呀，怎么为人师表？他还是正人君子吗？哎呦，迎春，你想想，曙光这13年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你，他容易吗？他不容易。不容易就可以让小妖精勾搭？哎呀，你嘴上留点德啊！这人家李婉华没什么亏欠你的，把老公都勾搭，不亏欠我吗？哎呀，人家李婉华给你按摩，说不定啊，你就是他暗醒的，还不如不醒。你知道吗？咱们家多亏了人家李婉华，这……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哎呀，真是！我怎么不懂？道德就是道德。我要找曙光的领导，我找李婉华的领导去。哎呀，人家领导不管这事儿。曙光单位领导不管？不管。嗯，那我就李婉华他们家也不管。那我上法院，法院不受理。为什么？就你这事儿啊，受理不了。你是朱毛？我朱毛？昨晚上是你让他们俩去睡的，啊，你和婉华去睡吧。今天晚上没人打搅你们了，是你说的吧？我，这原来你这个晕是装的啊？不就想知道家里有什么事瞒着我吗？什么事能瞒着你呀？家里就这么点事儿，想大就大，想小就小，你看着办吧。不过有句话我先撂这儿，如果事情闹大了，别怪亲妈我不向着你。妈，你是我亲妈呀，丢脸也是丢你自己的脸，我和悠悠不丢这个脸，我们也不跟着你丢这个脸。你气死我了！你歇会儿去。不是，我头疼。